准备不够充分吧，对于这种客场比赛。我没有问过队员啊，等到赛季真结束的时候啊，因为这个一个胜场的亚军的时候，对第一阶段可能显得不那么重要，但是现在这个赛制没有胜负的话，那就要看两场比赛的比分是怎么样。嗯，就算小分儿。不一定说进入状态感觉还是比较快一些，但是打着打着，樊振东这选手是马龙、许昕加上，可是这几年可能啊，我是说可能也会发生一些的对手。对。嗯，确实也都是联赛的话，也可以算一下啊。对。稳住，板都会越来越高，所以你这困难会越来越大。首先啊，接发球刘天硕要处理好。好球。哦，既有落点还有质量的一个回球，再高我也准备好了去扛住你这一板的。嗯，好球好球，这为了去反手过去拧，对，好的。还是在看台上或者通过电视机去观看刘天硕、樊振东比赛的时候，你会看得很明白很清楚，因为毕竟对手的实力摆在那儿了，有时候在一个环节你很难去摆脱掉。嗨，很可惜，他们同一批的这些人，确实场上的这种自信要强很多。嗯，好球。所以这比赛他每一个球他完全的很放松。对。你虽然看他也可能没怎么喊起来呀、啊，或你怎么都打不过他，所以樊振东不管怎么打。我都觉得我肯定赢，我都怎么打都不着急，所以比赛里面你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对，多侧身一些。好的，嗯，多一些变化啊。之后一定不要太退台，你看这个时候又退的比较远了。其实你看，大家可以看到樊振东始终你在左右两侧大范围的一跑动啊。对，有时没有办法的球，没有办法。好球。嗯，看了。能不能把这局势保持下去？好的，对，一定要多。好的。哦，这一轮他出手这么果断，质量又很高。好球啊！哦，这个球被分了。嗯，双方连续的对攻。真帅，刘天硕。这种跑动范围、这种衔接的这种能力，确实欣赏。你看，我还是其实你看这种球。一比四，刘天硕发球。嗯，都还是要想好这几个球怎么去处理。嚯、哦！对，就是零点几秒的那种判断。但是现在领先的还是刘天硕。注意，哎，右变啊！哦，没打上。啊，刚才那个回球。
这样一攻起来。本来实力就比你强大，你再去这种无谓失误比对方要多的话，你就确实非常困难。对，比分迅速被拉开啊！这两个发球，一定是要处理好。嗯，不错。看看刘天硕啊，没有敢于主动去寻求变，嗯，这样的话刘天硕回球出界，11-2，关键中还